Aloha， 欢迎来到燕氏瑜伽，我是燕，很高兴跟你分享今天的课程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套防治骨质疏松的课程。人过了50岁，就很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但其实真正的预防是要从30岁就要开始做起的。不论是什么年龄，让我们的身体都要保持健健康康的，心里要有喜乐。因为圣经里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所以让我们永远都保持一颗喜乐的心，让我们一起健康下去，好吗？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需要有一个器材，你可以准备一个2个哑铃，你可以准备不同重量的，可以从1磅开始，1磅、2磅或是3磅，我这个是3磅的哑铃，或是如果你的力气没有那么大，你就可以准备2个这样的水瓶。好，大家去准备一下材料。好，我们先来站好，脚尖脚跟并拢，膝盖收紧上提，大腿内侧向后，尾骨向下，小腹内收上提，胸上提，肩膀向上向后，头向上伸展。让我们先最好预备式。好，现在把我们的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。我们先来做预备，吸气向上画圈，呼气回来换手，吸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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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现在把你的两个手放在你的肩膀上，手指放在肩膀上，我们向前后来开肩，前后前后。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。好，再从前向后画圈，再从后向前画圈，把你的右手伸出来，用你的左手轻轻推你的右手掌，再翻腕，保持呼吸，换一只手推你的手掌。好，再换一个方向。我们家小鸟在开心地唱着歌，我们要开开心心的。再来，把你的右脚向下扎根，左脚向下扎根，右脚抬起，用手抓着你的膝盖，然后来转你的脚腕。好，慢慢放下。如果你的平衡没有那么好，你可以扶着墙哈。好，把脚扎根，再来，肩膀向后收，我们来转脚腕。好，慢慢放下，很棒。我们现在就来拿我们的哑铃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，先把你的肘关节靠近你的身体，掌心朝上，上下上下，肘关节靠近你的身体，不要去甩。好，肘关节靠近身体，上下上下上下。好，然后我们带上我们的脚一起来做，脚是一个脚向后，另外一个脚的膝盖不要过你的脚趾，再来，不要过脚趾膝盖，
当我们做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当你做出去的时候要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转动一下肩。记在在做的时候，你的小腹要内收上提，同时要提肛。好，我们来做第二个动作，还是肘关节弯曲。我们的肘关节靠近我们的身体，身体前倾，膝盖弯曲一点，记得膝盖不要过脚趾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脚向后走，同时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记得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活动一下肩膀，转动一下肩膀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我们两个手臂向侧边走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动一下肩膀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同时又在给予口令，就会有一点累。好，下一个，我们把我们的两个手向前，两个脚分开与我们的胯骨同宽，还是记得你蹲下去的时候，膝盖不要过你的脚趾哈。好，我们来，一、二，小腹内收上提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加油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停在这，加油，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，加油。好，慢慢放下，活动一下肩膀。好，再来一个动作，我们把我们的两个手向前，两个掌心相对，好，向后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慢慢放下，活动一下肩膀。好，再来，两个脚，加油。两个脚分开比较大，好，
看你自己的身体的能力，你能分开怎么样的距离，然后两个脚外八，你的膝盖待会弯曲的时候要对准你的大拇指，就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中间哈，不要偏离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两个手掌心朝下，我们的哑铃靠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停留在这儿，加油，下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，加油。好，慢慢起来，回到中间，活动一下肩膀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的脚弯曲直弯直弯直，我们的杠铃向前上方走，一二，不要过头哈，只是前上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油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加油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耶，好，再放松一下肩膀。好，最后一个拿哑铃的动作哈，我们来跳，好，轻轻的跳，像跳舞一样，膝盖弯曲，跳，放松你的肩，啊，整个都放松下来，呀，跳，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的，耶，辛苦了，为了我们的没有骨质疏松，身体更加健康，加油。All I need is love. All I need is love. All I need is love. Love. Love is all we need. 我们需要的就是爱，是吗？好，现在把哑铃放下，就好，再做一下活动的动作哈，把你的手 isolate 来，吸气向上，撑拉，身体两侧拉长。呼气，给你笑啊，大大的拥抱。我这边有麦克风，我没有办法向太上面靠哈。你给自己一个大大拥抱，然后同时按摩你的肩胛骨，靠后面的肩胛骨。再来一次，吸气向上，撑拉，身体两侧长拉长，肩膀放松。呼气，再给你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呀，按摩你的肩胛骨。前拍手，后拍手，记得小腹内收上提，同时提肛，膝盖收紧上提，再把两个脚分开，来扭转你的身体，一个手打在肩上，一个手在背上。做完这样的负重的练习，我们需要放松一下身体哈。Yeah, 不然身体就会酸痛，甚至可能会有点僵硬。
再来向侧边，好，最后再来一次，吸气向上，呼气，膝盖弯曲，再来，吸气向上，呼气，膝盖弯曲，用嘴巴呼出去，最后一次，吸气向上，呼气，用嘴巴呼吸，耶，我们的这一套，防治骨质疏松的课程就结束了，祝福大家健康、喜乐、平安，上帝爱你，燕姐姐也爱你。嗯，阿罗哈。